该就是说在中国画洋第一人，以后就说画洋这老头是谁啊，王绍义。有一次我就是出去写生，写生突然感觉天气不行，一会儿就说变就变，下狂风暴雨的。那时候本来是想下山了，来不及了，还跑一个院来，还一看哈，那一群羊呼哧呼哧朝一个院子里跑，我也跟着他们跑。那时候就下大雨嘛，人家那个院里的房间都锁着，就是那羊圈没锁着，没办法就进去避雨吧。一避雨好不要紧，他下起来没完，从傍晚一直下到第二天，就在里边待着。开头那羊都离我挺远，说这坐，我就找一些干草坐那儿。哎，这第二天醒过来一看，那羊都和我紧挨着，挺温暖的，也没觉得怎么地。后来就出来，他们等羊群也跟着在那门口那到处看。啊，从那以后就是一种自己说不清楚的，就对羊有一种更深的感情了。看见他们不想把它让他们变成羊肉串或者羊肉汤，就想让他们在自然中那么活下去。还有成群的时候，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气势，就有时候，他们散散淡淡在那个小空地里的密草，有时候，上山的时候，尤其那个秋季干燥的时候。他们上山，那后边那尘土飞扬的那种气势，画一张画就，几十只羊上山，我的名字就叫找狼去，就感觉他们好像是要上山吃狼的感觉，那种挺好。我觉得，不管是这生物，不管它是凶猛还是柔弱的，形成一种群体的那种气势在画面上，那种色彩还有那种动态，很值得。去表现。到明年就进山20年了，明年，一窝的人开着车把我送进山里去。在那，他们觉得吃山里的鸡啊、獾啊、羊肉啊都挺好。可是他们转一转也就够了，因为他们自己都有事要有生意做。再过半个月吧，可能山里啊就会见凉，就会有点秋色啊什么，再等等秋色，你们走吧。他们就很愉快地走了，我就在那儿等，就是从夏到秋，一直到秋，都一直等到都落雪花了，就没人来接我，我就老实的在那里。可是也确实挺，那时候就是很非常投入，后来带的纸也不够用了，那就没办法，就一张四开的纸底上画8张小画。后来这城里的几个哥们儿他们在凑一块吃饭的时候说，怎么这老没有王绍义啊？这有哥们儿突然想起来，哎，哥们儿还在山里呢，是死是活不知道，突然过来小孩说。那城里有人找你，我一想，哇，就像解放了一样，我把孩子们扔下，我就去一个小饭店，我站在门口，站了有几十秒钟，他们在那有说有笑的，没人搭理我，我穿了个小棉袄在那看着他们，我都认识他们，我对他们充满了那种感激和亲切的感情的盯着他们，他们没人搭理我。后来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大笑一声，好，他们看，哦，这就是王绍义啊，变成这样了。那种形象是穿了一个破棉袄，棉袄袖子上全是那种油脂麻花的，然后身上有很几个破洞，还有补丁，那个胡子拉碴的，这胡子估计至少有2年零五年没洗了，反正给人感觉是一个，从外表上看的话。不像是一个油画家，而像是一个在深山里边放羊的老头哈。当时就有点像逃离山里的感觉，就好不容易他们来了，让他们玩了个2-3天，我说你们也别玩了，赶快回去啊。可是回到城里以后就是经常连梦都在山里了，
就受不了了，就以后就是反正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回去，有机会就回去。后来山里的接待条件好起来以后，我就在那住开，就住在山里了。身体不好，其他事情也做不了，就一门心思的画画呗，手没停下来，脚步停下来。可能我是有这个习惯，反正我只要进了山了，我就不出去了，我就在这山沟里那几条线，就那么整天在那寻找，就是活动范围很小，实际上在山里，经常呢是住这家就画他的周边，住那家又画他的周边，所以就这么这一年年这么过来。我希望我能够在走在山路上不那么痛苦，会轻松一些。哎呀，不要跑得太快，能跟上羊群就够足矣。